có bên lại mạng của chị. Thi công mà thi công bên nào mới được thi công bên mạng. Bên mạng đúng không? Đúng rồi. Mà bên mạng là VNPT rồi. Thi công cũng nhà thầu mạng, còn VNPT nó là người cung cấp đường truyền. Mạng ví dụ là mạng gì đó anh nói thử coi. Nhà thầu hả? Dạ. Ý là mạng là bên nào ví dụ. À có phải nó có gì cơ, cho cơ chứ phải nó có gì chứ khỏi gì luôn. Tán xưa tao thì cho có tên nào thì sao tao ban tao vẫn bảo nó tên rồi chứ đâu cháu cứ nó ra tên có lại chỉ chứ thôi. Em chưa là nhìn cái thấy nó bỏ chưa mà. À thế thế nó về đâu luôn chị. À đây. Thay ra cứ thì有哪些人要长期在这里上班的，你就只能把他录进去，录进去。这个要跟主管啊，跟小花或者经理他们才知道，因为他们是他们派来派去，人家又过来过来还又回去，谁知道要问哪些？开好了那个人先。喂，平哥，博鑫，这人事系统啊，考勤系统啊，以前你们装过考勤系统没有？就是这种中控的嘛。啊，打开了。装的。然后他说我电脑以后搬到办公室去的时候，还重新搞过，我不能很少搞。他说这个电脑如果搬到文法那边的，然后这个要重新设定就不能用了，不能用。不用，因为它都是联网的嘛。你的 IP 用 IP 吗？然后不用的，局域网，局域网内嘛，对吧？局域网内的 IP， 局域网，对，局域网就是局域网，就是同一个网络内嘛。其实我的电脑插在这里也好，机房也好，哪个地方也都好，只要在同一个网络内。都是 OK 的，他说这个只要在一网段也可以，只要在同一个一网段就 OK。但是还有这个，他说了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分配的 IP 就是零网段，你和那边那个 IP 也是零网段的，也就是说，那下次你们还要过来一次，简单帮我们。也就是说，如果我在你只能说，就是打过来一打就饱和。你看啊。这是个路由器，不是个交换机。你路由器的话，它要重新分配 IP， 就是本来我的那边的网络都是一网的，经过这个呢，它就会变成零网的。也就是说，这两个网段之间，说如果你的电脑搬到那里去，是吧？那你的电脑要从这里出去，这里才可以通。就是这里还拉条线接到那里去？不是，也就是说。你这条线当成一个交换机用，就 OK 了。你现在当的是路由器。OK， 反正下次你们也要过来。搬到电脑搬到文法的他们那边，如果不能用它，就不能用。这个很简单，这个很简单。我过来了。我跟我们的工人一样的。那边有个。我过来了。为什么？这个美女的。我先过去，你的钥匙，我去找找你的。啊，你先忙，你先忙。我去找网线。他就是，本来我都设置好的，非得把这个线给我拔掉，插到这个弯口上，搞得那边网络都不行。然后隔壁就给你假货了，妈的，你我屌。哎，那你这里还要改呢？对，这里肯定要改啊，因为你这里就是说现在啊 OK 没问题啊，但就是说啊，你只能，就是说。